尤金是因为我受到伤害，我一定要的命，我的命，我一定把时间。我刚希望你能好好守在尤金身边，等我把该有做好，一定要等我回来。曹公主，你做你放心，我能守在尤金身边，等你回来。小姐。 曹公主，你家己也说是哦。可是我若是无法度看到真情时，麻烦两位替我甲尤金讲，我爱伊，我永远爱伊。 小王子有花药，你哪会回来啊？少，你哪会吃？宝珠，主要一只狗嘞。伊今日有考验人，趁尤金公主去的时阵，对伊痛下杀手。原来是安尼，多谢你煞好。对啊，你毋是甲妖花大人去妖界研究救尤金公主的办法，哪会这样紧就倒来？敢讲，你已经想到办法了？无毋对，我已经想出一个真好的办法。 所以我回来并不符合阿哥阿娘这好消息。安尼真好，其实苗栗女主从尤金公主受伤以后，心情真悲伤，真浮，真无稳定。尤金啊，你真是！奶奶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尤金。那你别哭，少妇，那你麻烦你。 阿公叔，尤金这摆状况安怎？哎呦，自从恁两个去妖界了，我都甲我全部拢知影的，一挂医术啦，不管是大事故，也是大伤啊，看是吹土，也是放火，也是用针毒啊，连这西方的那边的巫术，啊，甲这草药我拢用了。尤金公主，连一点仔气性都无。哎呀，啊对啦，啊恁两个毋是去找药房，还有啥办法？办法是无，啊不过我毋知影是不是通成功。 有啥物好的办法，会当叫恁想袂啊？苗栗娘，阮拍算用初天的洪天雷制作出会当解毒的灵凉水。即马初天当咧想办法，希望会当伫咧时间之内制作出来。阮就是惊恁的烦恼，所以先等来甲恁通知。阮当然嘛是烦恼，即马毋知影是倒一个身高遮尔好毒的人，甲我的宝贝查某囝害干的。 到底是啥物人害你？侯爷，这个替你做话讲多。我拄则我听曹公主因讲，对有这下毒的人，真有可能是阿玲。阿玲，这边哪有可能呢？有证明就是啊，对阿玲这尔好，伊是啊都要害有这呢。汉文，咱即摆也无证据会当证明阿玲就是凶手啊。其实这件代志啊。 根据老家阿母宝珠得来的消息，钟阿玲啊，伊发现初天去介入玉金公主，然后伊感觉到这段感情无度挽回，就给人拢讲起来，总甲玉金公主下毒。汉文哥叔，你莫乌白讲。这个代志啊，是因为宝珠来的消息，毋是我讲的。严哥连宝珠嘛毋敢确定阿玲就是凶手啊。哎呦，我的看法甲你无共款，我认为宝珠啊，佮初天所讲的，确实无毋对。 郑阿玲，伊的嫌疑真正足大。汉文，我知影你伫讲啥物，不过要调查清楚进程，咱袂用认定阿玲就是凶手啊。梅爷，拜托你不要去。
这个声音听起来敢那是，敢那是。是哪点的声音？这个杨文清，你给我赶来！我娘怕他给干死去嘞！阿娘，王怀，阿娘，嫂子，阿娘，阿娘，娘娘，阿娘。关，你想要怕我？我怕你，我哪会怕你？我哪怕死？你给我走远，不要怕！阿娘，你冤枉，你想要冤枉！阿娘，不疼你，不疼你呀！你给我放开，我给你冤枉报喜呀！阿娘，阿娘，你看你一拳你打够，起码有见骨见脸，你看你就是开刀的人啊！姐姐不是我走，姐姐不是我走呀！你给我，不是你想，你给我，老娘肚子要是被海王吞掉，你给我！阿娘，快不快？你就是凶手，对吧？下班。不是我做的啦，可是讲那是我下毒，我谁人咁要看杨金公主啊？哎呀，这只我三分就晓，唔免你教啦，放火啦，一定到现场看放火的结果。你呀，就是放火的啦，今麦来看你的计谋有成功无？对吧？我啦，我替你讲啦，你应该讲哦，对，我就是凶手，哈。但是你嘛无这武功，你不是下毒凶手啊？对不？跳出来啊！凶手，凶手，娘娘娘，伊就是凶手。凶手，我是凶手，凶手。伊就是凶手，凶手。手段杂破，你给个信！我是杨静，我是杨静，我是我，我是我，我是我。阿玲，阿玲，阿万告诉我，你拄只讲的虽然有道理，也不过你讲的话，敢会伤过武断啊？你看伊的形嘛，知伊就是凶手啊？袂吧，拄好尔。阿万，我感觉阿玲看起来敢那无啥好，咱先等来去看卖。阿万，我阿娘把阮叫过去。冰冰，我叫你啊！哎呀，你敢反悔？我敢报喜啊！我哪里？你阿初天倒转你身躯边，初天的心根本都无伫你身上，不管你安怎做，伊根本就袂插你。初天哥，伊也爱我，伊也保护我。没有任何人能伤害我，只要对我今天等开，对我今天等开，昨天在等我身躯边啊！亚芳大姐，玉清这摆情况是安怎？是啦，啊是安怎？到这摆还袂清醒啦？我知啊啦，反正哦，迄个解毒无无得解掉，师傅身上的毒，我看这条命无救啊！昨天你袂演戏，昨天你。你小子，我你个放屁！我不放屁！我不放！我那是放屁！你两个有你所谓能够跟杨玉红天对？昨天你们去那个电视办公室吃，你好不好？敢讲你不知影，该要对我来讲话哩重要。你为着要去杨静，你叫我去吃那个电视吗？哦，真无简单哦！才完成这两支撇开的弯刀，我想这届哦，拍起神主应该满意着了。林道士，这就是你做的撇开弯刀。是啊，拍起神主，你要鉴定看卖啊？好啊，我看卖。刀好进来，刀背也真稳，刀心也真轻，袂歹。
多谢你，多谢你学弄。先到边啊，我来试看卖，这两支豌豆更好用。好啊，卡顺利哦，进来哦，进来。我其实主是找不到果子叶，也不过是安怎会特别看到我，那表情拢遐尔严肃。卡顺哦，伊当初定定对我笑，迄不知有偌好。这朵玫瑰花代表我对你热情如火爱，你敢愿意接受我对你的爱？好啊。有水吧？水水，你比玫瑰花更水。当你答应接受我的追求开始，我整个人都好像是飞上天同款。也不过想袂到，你也有安作乱，搁搞为天顶又落来地下，是安怎你的中途？是安怎你的中途？是安怎？是安怎？最终该救友，真个该友，伊死我，甲我无关系。原来苏天这么拼死拼活，是为着要替友金做该友。楚公主，你也别逃走。看起来，妖婆讲的是真实的。楚公主，你怕对洪天瑞，让你体谅忘记，
全无了好处，甚至你可能会死。不过唯一会当救玉珍的，就是林良水。假使讲咱叫草公主停落来，那安尼玉珍就必死无疑。咱到底是要怎做才好？草太，你袂冤死！草太，你袂冤死！草太，你小查某，你敢放屁？放屁！我不会放，我还是放屁。你两个用你所谓能够跟杨玉芳天雷，草太，你别去那个惊喜，别跟死扯，你好不好？敢讲你不知影，解药对我来讲有偌哩重要？帮好，既然这想要死，那呢，我就成全你，卖给我手下无情。冲冲！你真正怕死，你害我跟你怕死。老弟，我知影你拼死嘛，为着要救玉珍，我刚才想要问你一句话。你这世人是不是永远都不可能够爱我？哼，别讲这世人，后世人嘛不可能。好，既然安尼，我活这世界嘛无什么意义啊，我就不如死在你的手下。阿叔公，你若是给我提示，你醒过来较好过。好，你这么想要死，那呢，我就给你一个解脱。臭公主，臭公主，往哪里走？臭公主，臭公主，算我救你好不好？你一定要想好清楚，你袂当这么仓忙就将伊害死，要等代志调查清楚才讲。而且你唔通忘记，玉珍的性命还佫掌握在你的手头，你要赶紧制造出林良水，玉珍唔才有救。既然伊两位替伊求情，那呢我是卖杀伊，也不过，也要跟我走，走愈远愈好。从今以后，卖阁出现在我面头前。走，我叫你走，你有听到？知影，你即摆足想要救玉珍的，啊！不过你继续安尼落去，你的身体会支撑袂住。不然呢，你先休息，等你元气恢复了，你才继续好运。袂用的，时间已经无够，阁袂当休困。你卖杀我，我一个人伫遐制造解药。杨哥，臭公子。好啊，卖过来烦我啦，你走。那无。我就趁著对付杜家爷小查某同款，用洪天瑞来对付你，走！哎呦，再来走！想不到，一向处处留情的楚天。这边竟然是认真的，那安尼本话都袂当手下留情啊！但楚天练出解药了后，都必须爱为伊所犯的境界付出代价，等待死亡。死刑，安尼敢无伤过无公平？刚刚都无抓分的余地啊！这一切是楚天家己犯着境界，了判之前应该警告啊，伊又还是不听。犯境界又搁安怎？
规矩是人定出来，会当改变啊。菜菜哦，你加吃一挂哈。惠弟哦，你若是无吃了，等下嘛是爱捧出去给狗吃，安尼哦就无菜的呢。怎么了？安怎？你是当我耍命啊？本大天主见你一分，你安尼软土青骨，这菜你竟然轻轻的要叫分来吃落去。当初你也不是同款安尼招待我，叫我吃菜粿。今嘛，我替我家己出一口气，迄有啥物唔对？当然嘛唔对，这菜粿是老狗食，唔少人食。而且这菜粿对你来讲是上适合你这小狗母食。啊，不过时间已经过这么久啊，迄个初天教我多。早出叫玉珍来解药。阿娘，我相信玉珍一定有救的。水滚雷鸣，风势多，白发一朵，鬼门关。看起来，咱初天甲解药连死，一定爱死。你人生做遮尔水，气质阁好，甲只水仙花同款。哪里？这水仙花甲你真适配。将来同爸有查甫人，安尼乌落我，老爸有人送几啊花，今朝无查甫人对我遮尔好着。
这朵玫瑰花代表我对你热情如火爱，你敢愿意接受我对你的爱？这么乱，面甲写到安尼，我就想，家人应该失去控制啊！你敢会做错什么戆代志？所以咱赶紧想办法出去。
较尾伊真正拄着危险。我想的同款，古早这时阵拢无人，好，我就趁这个机会，把药师弹掉，我才看到有这样一机会啊，是命要回去皇宫。都在你身躯边，初天的心根本都无在你的身上，不管你安怎做，伊根本就袂差。楚公主啊，楚公主，我拜托你莫阁爬落去啊！你若是阁爬，你定会死。只会当救尤金的命，我死哪有剩下？楚公主，花妖姑娘，我真了解楚天的个性，伊若讲出来，就一定会做得到。拄则我若是无该阻止，一定去找尤金公主。不过。伊对尤金公主的感情的一点，是会让伊胭脂糖烧到搁较厉害，安尼是会提早结束伊的生命。敢讲无任何办法会当解除伊的胭脂糖是无？叶花大弟，尤金即摆情况是安怎？是啦，啊是安怎？到即摆还袂清醒啦？我知影啦，反正哦，迄个解毒哦，无得解掉，事实上的毒，我看这条命无救。所以我才出来看卖，原来偷摕药水的人就是你的内参。阿玲，我老家婆都会对你无好，你别做这款代志。Go。是安怎要偷走药师？我唔知影，我唔知影，我唔知影，唔是我偷的，唔是我偷的。你还讲要狡辩？药师明明按你的手中落来，唔是你，也不是谁？哪里？什么人指使你？我有偷的药师，我嘛无偷袭药师公主啊！我哎，剑骨剑枪分，你敢敢变？你若是敢唔招，我是会对你动刑哦。熊啊！你唔招，你唔招，你就卖乖啊！对你动刑，小心点。我叮当我，我叫白毛了，给你抓包，我抬死，来抬死，抬死，抬死，抬死。原来指使你的人是白毛女。你惊哦？毛女伊讲讲，只要我替伊偷摕药师，就会替我解完无。我要爱谁拢袂用的。
你，阿哥你，拢对我无好，还是叫爸老你对我哩？刘志，刘志，刘志，你得爱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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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照安尼推论起来，下毒害尤金公主的人，嘛是你。你太担心啊！我跟你讲，你别死，我死了，我也敢怀孕，你哪会叫我不死？你干你个爹！啊啊啊！你太担心了，你太担心了，你太担心了！啊啊啊！你死啊！你死啊！我刚刚小鸡错对了，哦，刘姐，我们有一地方你偷袭，可是你刚刚出错对出来，你偷袭，我给你偷袭，你这个哭，对友军很多，哪里？你阿昨天都在你身躯边，昨天心。根本都无你的心上，不管你安怎做，伊根本就袂睬。必须付出代价。也不过，好啊好啊。尤其这摆过情年啊，咱先去看伊。进前父皇为着玉树盼我去，大家兄弟的欢乐，这摆玉树找到。像那胡红，连都连一点仔欢喜的感觉都无。皇上啊，其实那是找到玉树，可能是一个吉兆。不管谁说了嘞，这个玉真公主啊，一辈子好起来。你嘛希望是安尼。我嘛希望是安尼啊，啊，不过时间已经过这么久啊。你的朝廷敢发达，早就叫永进来解药。
阿娘，我相信刘金一定有救的。是啊，来，来发动，刘金一定有救。曹公子，拜托你千万爱提起刘金。昨天我准备牺牲伊家己啊，至少还阁会当救到金公子一命，嘛算有价值啊。曹公子，是安怎会变到安尼？曹公子，他变到这了啦！曹公子啊！曹公子，我拜托你莫阁继续拍落去啊！你若是阁拍，你一定会死。只会当救尤金的命，我死哪有剩下？楚公主，看起来都要完成了。这是雷平，追棍。风速都我成功啊，我成功啊，我成功啊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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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紧把这个解药摕去救玉金公主，我随到。昨天就交予伊有做。哎呦，紧去，交我。那你等紧来去。你该带去。等一下。好，该带入去。我即马要带去看玉金公主的状况。兄弟，我已经将丁凉水伺候给金丁吗？奶奶，我替尤金再买看卖哈。汉文，交予本判。这个一滴毛是本判制作出来，无人比本判更加清楚。奶奶，就麻烦要破台。即摆情况是安怎？是啦，啊是安怎？到即摆还袂清醒啦？我知影啦，冤死哦！迄个解毒无得解掉，是有身上的毒，我看这条命无救。袂啦，昨天用方天雷提炼出来解药，确实真有效。即摆玉真公主的替代已经产生效果。那呢？是安怎到即摆还袂清醒呢？这是因为玉真公主中毒伤深，等伊体内毒素拢总排出来，自然就会精神啦。差不多要偌久，伊才会当精神？我嘛唔知影，我干那知影上济爱三工。三工。你免烦恼，恁只要解顾好，伊一定会醒过来。我想要拍台电。我还阁有代志，我先告辞啦。昨天在替玉金做灵凉水的时阵，损失袂少的体力，唔知伊即摆状况到底是安怎？这玉金已经脱离危险嘛？那呢，咱去看楚公主。我，玉金马上叫我。这是应该，昨天是玉金的救命恩人，你去看伊，即摆清醒些啦。快。
伯祖，楚天今摆状况安怎？有钱，有钱。楚公主，楚公主，还有姑娘，有钱今摆安怎？楚公主，你放心。玉清即摆已经啉你替伊制作的灵药水，上班三天了后，所有毒素都排出去，到时阵玉清就会醒过来。真好，玉清平安无代志就好。冲住，冲住！冲公主，你要去倒？我要看玉清。冲公主，冲公主，你即摆身体足虚的，胭脂疼，搁得发作，我看你是心倒来。休困一下，等你的身体恢复，再看有情况。不用的，我无亲目睭看到有情平安无代志，我根本无法度休困。我要看有情。冲！伯祖，你……我要讲你，我是为好，我真了解楚天的个性，你若讲出来，就一定会做得到。拄则我若是无该阻止。一定去找尤金公主。不过，伊对尤金公主的感情的一点，是会让伊胭脂疼烧到搁较厉害。安尼是提早结束伊的生命。敢讲都无任何办法，会当解除伊的胭脂疼是无？我是无法度。金公主，我有姑娘，我带恁去看其他物件。这两句诗是在讲楚天楚公主。水滚雷鸣风似刀，在楚天炼成钙的时阵，已经实现了。白发一道鬼门关，这就代表楚天也变老，然后就会死去。当伊头毛全部白的时阵，一定会死。就凭一首诗。就判定伊的死刑，安尼敢咪伤过无公平？敢讲拢无转运的余地啊！这一切是楚天家己犯的境界，了破之前应该警告，伊又还是唔听。环境该受过安怎？规矩是人定出来，会用改变啊？谢伯祖，你是不是会当带阮去见妖魄大人？我上去摇摆台顶，袂遮尔无讲人情。我嘛不愿意看伊一个一个离开我。也毋过摇摆台顶伊的言辞是事出必行。佮再讲，就算你去求伊，伊绝对袂甲你答应的。刷刷去。伯祖，咱根本就还袂试，你若言讲绝对无可能成功。伯祖。有金是阮的情人，楚天是为着有金才变甲安尼。阮去找妖婆，这嘛是天公地道的代志啊！你莫阁为难我。你奇怪，我哪有这种感觉？我感觉这内底……妖怪，我想应该是。玉婆大人，你是不是听到阮甲宝珠所讲的话，所以找阮来妖怪？无唔对。妖婆大人，是会当请你挽留在楚天啊？是啊，玉婆大人，楚天的性命愈来愈虚弱，随时都有可能会死去。我敢会当叫你甲伊斗相共？恁来遮看卖。这座雕像有必损。
这座都是雷的雕像。雷，风雨雷电，都是老家宝的四位杀手。敢讲每一座雕像拢是代表因本人是无？这座雷的雕像应该是代表彩蝶，是不是因为彩蝶死啊，所以这雕像才有必须？无对，因为彩蝶死啊，这座雷的雕像都无法度阁继续吸收日月精华。也毋过彩蝶死之前，已经将伊的功力拢传予初天，所以原本属于雷的能量，就转移到风的雕像顶头，继续吸收日月精华。妖怪大人，我来这是要要求你，是不是会当原谅这初天？你是哪提交阮讲这样代志？是啊，妖怪大人，敢袂用讲较清楚一点吗？既然我都已经讲起了，那安尼我就将几件代志全部拢讲予恁听。当初这四座雕像拢是我制作出来的。也毋过这件代志，都爱为真久真久以前讲起啊。以前我都甲恁讲过，三千多年前，我是一个小小的秘室。迄当阵的我，个性险恶分明，真讨厌迄挂表面上仁慈，私底下残暴不仁的神仙，所以迄当阵的我，都常常把迄挂神仙的事情拢总写倒来，上报福玉帝知影。嘛因为安尼，我得失真侪真侪神仙，受到因的打压。无计较其他神仙对我的打压，也毋过我这种公正的个性，实在是无法度忍受继续甲迄挂神仙伫天庭共事，所以我就要求玉皇大帝去除我的心结。为迄个时阵了后，我就开始伫凡间流动，四界游走。也毋过天地之大，我煞毋知影倒位才是上适合我的所在。妖怪大人，难道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入去妖怪？是啊，妖怪跟你当年在天庭做毕生的时阵是完全无同款的世界。确实，是两个无同的世界。也毋过，不管在倒位，我拢无可能会改变我的观念。了后，我就一直伫咧思考，我要去倒位。在神界已经是无可能了，要不过在人间，短短数十年的寿命，必须要经过轮回，也无符合我的要求。魔界施工也是我最讨厌的，所以我就四界游走。我自认我是天地判官，对一挂人事物，若是我无法度忍受，我就甲因听话。一直到有一天，修炼魔功，咱是妖魔两界，一向井水不犯河水。你上好是莫插伊阿叔。哼，
梅波女，你欺诈我妖怪四大长老的功力，而且搁甲伊害死，这笔账我袂甲你清。你搁有凭讲笑话？今仔日我是专工来找你报仇的，休息。找我报仇，就算讲你搁两百万，嘛无迄个财条，应该爱想死啦，是你。你是谁？带我走。多谢女侠出手救我。你唔免向我说多谢，我只是无法度忍受白毛女的做法任意，并唔是为着要救你。不管怎，女家救我幼主的性命，这是事实，我幼主永远都会记在心内。这是妖怪的借口，敢讲女家嘛是妖怪人，是安怎我从来毋捌见过你？我唔是人，唔是鬼，嘛唔是神，唔是仙。我行踏伫天地之间，无属于任何一个世界。人、鬼、妖魔，拢有不公不义之事。我家己认为，我是天地的判官，敢若徛伫正义的迄边。原来女侠，你甲我同款的想法。我幼主长期以来，一直想要建立一个善良如真的大同世界，因为我知影，并不是所谓善拢是自卑为怀，嘛不是所谓妖魔拢是斩尽后杀的，所以我想要一统世界，把恶全部拢灭掉，让这世界有真正的公道。想袂到你一个小小的妖怪，竟然有这么大的目标。不敢，也不过。我并不想要做统治世界的王者，我只是想要建立我所讲的大同世界。陆家，这件代志靠我幼叔一个人绝对不可能会当完成。假使陆家你若肯跟我斗三工，那呢，这个理想点是遥不可及。你甲我既然有共同的想法，陆家何不加入阮妖界共享大事？你要爱我加入妖界？不对，请陆家你放心，我邀请你加入妖界，只是便宜行事。只要陆家帮助我完成心愿，创造一个大同世界，我幼主一定全心全力来辅助你。这为着要做出解药，我用尽我的元气，才会平安呢。楚天。真真正是足感谢你的，你为着要救玉珍，甘愿用尽你的运气，嘛害你连头毛拢白去啊！是啦，你对阮玉珍的大恩大德，我们才要安怎报答你才好。这一切，拢是我心甘情愿的。只要当救玉珍，就算讲爱我的性命嘛不要紧。喊我，阴暗，爱会去你倒来困哦。因为本宫惊你伫咧外口会寒着啦，吼！真冤枉，就准讲本代天主寒死伫咧外口，本代天主也唔愿意倒转去甲你这只小狗母群啊！赵汉武，你甲凤烟做伙起来欺负我，搁再安怎讲，我嘛是一个将军的查某囝，你今日无予我自尊，明仔就看我要安怎报！本代天主等你。楚天，你明知影，你去看玉靖公主，是会让你胭脂糖烧到更加厉害。你是安怎变安尼折磨你家己的？这对我来讲，无算折磨。会当守在玉靖的身躯边，才是上大的幸福。是我做你的故事。
只要你家帮助我完成心愿，创造一个大同世界，我有主一定全心全力来辅助你。好，这个主意袂歹，那呢，我就答应你。要不过，我对做领导者无什么兴趣，为即马开始，我就做你的军师，帮助你建立大同世界。如今你肯委屈做我幼稚的军师，这是我无代人情。如今，既然咱两个人有共识，以后，如今你是正义化身天地破关，以后我就叫你妖破大人。好，我介意这个称呼。自从我加入妖界了后，我就用尽各种方法，想要研究出上强大的武力，通好对付白毛女。我捌试过毒药、符啊、冰块，虽然每一款都有一定的威力，也毋过总是感觉欠什么物件。后来我才领悟到，大自然的力量才是上强的，为着要修复风、雨、雷、电。四大力量被我所用，我就用我的笔画出风、雨、雷、电四座雕像。吸收大量的这款精华，也不过想袂到，这款吸收来的能量，只会当封存伫个雕像内底，根本就无法度发挥出来。所以，我就只好想其他办法。雕像顶头的能量，伊转到伊身躯顶来使用。初天就是我头一个试验的对象。伊是一个劫富济贫的歹徒，伊专门抢好额人的钱，夺走千金小姐的心，是百姓心目中的大英雄。也不过，伊的功夫无够高明，也是被阎王人抓到。初天皇定罪了后，无外久就被送去刑场，准备要斩首。临死之前，伊也是一个嘴笑甲二塞塞，完全挡袂惊。我认为，伊这种独强的个性，就敢那风同款。真符合我的要求，所以
你跟我走。多谢女侠救命之恩。我叫做姚盼，我救你的性命是因为有真重要的代志，需要你合作。我初天的命是你救的，对这么开始，我的命就是你的。你有什么代志，做你吩咐。真好，我要爱你继承风的力量，帮助本盼完成大业。风的力量，你的意思是？你过来这，徛伫个这条上的边啊。哦。天地玄通，金吾以姚盼之名出风之殿。哼。我即马把这个力量转移到你的体内，安尼你就是风，知影无？是，真好。你即马身体承受伤济力量，你紧把即挂力量拍出来，拍出来。你将你家己的意念集中伫你的双手，把你的力量拍出来，快紧嘞！用的风已经成功了，想袂到这个力量竟然这么大。本盘会继续去找另外三个人选，将其他三个雕像的力量转移到伊身上。姚盼大人，我有一个想法。什么想法？我是想讲，等风雨雷电拢找齐了后。咱伫个灵界会当成立一个杀手组织，表面上秘密受人委托来杀人，私底下咱是调查白无路的消息，以方便咱这条行动。这个主意袂歹，咱就用咱家己的标准，伫个人、神、妖、魔四个世界去执行这个任务。灵界受人委托的案件嘛，必须来选择。自杀该杀之人。那恁这件代志，都交予你去办。啊，是。姚盼的，风雨雷电的计划若成功，因的力量是真大。假使讲因若是反背，咱恐惊真歹应。唔知这点姚盼的有啥物对策？这点我早就已经有准备。当初我想着将力量转移到因的身躯顶，我都已经想好要伫因的体内留一种世界之咒。世界之咒。这个咒法就是要甲因约束，因唔呐必须效忠妖界，嘛爱遵守戒律。境界就是头一条，因为感情会让一个人失去理智，只有看破。因才有法度专心做工课。假使讲因若是破戒咧，本盘已经伫个这本笔录内底，将因四个人的遗言拢写好啊。因若是乖乖听话，就会得到无穷的力量；若是破戒，
咒语发生效果。到迄个时阵，就连本判嘛无法度救。代志就是安尼，风、雨、雷、电，四大杀手就是安尼来。因为因拢总是我制造出来，当然必须要遵守我的规矩，甲我的原则。玉判大人，你安尼讲，阮会当明白。也毋过，毕竟楚天嘛算是立大功，救玉清一命，敢讲你就无法度予伊将功赎罪是无？楚天伊触犯禁忌，伊就必须要家己想办法。哪有可能因为伊立大功，都毋免管所定的戒律？这点我无法度认同。妖魔大人，那是楚天伊无救玉清，玉清就可能无法度躲过一劫。宝珠嘛有讲过，那是要打败这白毛女，一定要找到这四大神器。玉清是四大神的关键人物，所以楚天若是无救玉清，咱根本就无法度来打败这白毛女啊！你是谁啊？我哪毋捌看过伊。我是新来的宫女，当考入去制作所。新来的宫女，阮认识时哪会无接到命令，讲制作所有新来的宫女？三哦，这个宫女只是送三来尔，无啥为难。韩武，我要问你，你甲婚姻相处的情形？魏武侯，你先甲婚姻相处了真好啊。自从婚姻进宫了后，你是每一天拢过了真快乐、真欢喜。啊，若讲到这景婉婷，有影是甲婚姻未比。敢真正是安尼？婚姻敢真受这么好？可着喊我，你着念着迄只狐狸精的神笔，莫转来好啊！凤江一定要找一个机会，甲宫中闹到家庆不宁。你才等你看。林看到楚天为了要救玉金，甚至连家己的性命拢无决定，伊即马几个人拢已经无怨气啊！林真正是无法度当作是无看的，所以那呢？皇上的意思是，宝珠，皇上是希望也会当家己去跟姚判大人谈判，唔知宝珠会当斗相共无？是是我做你的句话，玉清是四大神的关键人物，所以楚天若是无救玉清，咱根本就无法度来打败这白毛女啊！姚判大人，对啊，其实讲起来，楚天嘛是为着要打败白毛女，尽伊家己的一份心力，敢讲你着袂好啊？你别阁讲啊！我会甲恁讲这么多代志，都是希望恁莫阁替楚天求情啊！只要我写风雨雷电的代志，都一定会成真。既然我已经写好了，这件代志都会变成事实。哼，进前彩蝶是安尼，即马楚天嘛是同款。妖魔态度这么硬，看起来。要替楚公主求情，可能无这么简单。哎呀，楚公主可能冻无外久啊，到底要安怎做，才会当让顾忌的妖判回心转意？哎，妖判大人，遐是做雕像，好残旧，还袂做好。汉文殿下，你讲的无毋对，即四座雕像。第一前是代表人间的风风雨雨，也毋过我想要做一道彩虹，来代表好过天星。只是毋知影什么时阵才会当完成。姚炮大人意思应该是讲，白布鲁即马予天海台湾，若是想要予世间恢复太平，恐惊真困难。姚炮大人。既然你嘛希望代志紧收尾，前路你就是唔去予楚天留落来，甲咱做伙对付白毛女。我拄则毋是甲你讲过，莫阁讲这件代志啊！好，你即马就转去。
一定要请目睭，看到你平安无代志。我的脚那这么无力，不用的，我不用因为安尼就去打牌，我是老家不会慌。以前的我一定能克服我虚弱老化的身体，亲目睭看到我心所爱的人。如今楚天，来来来，小姐小姐，楚公主啊，啊你的头毛哪拢白啊啦？不要紧啊，为着要这座解药，我用尽我的元气才平安的。昨天，您真正是足感谢你的，你为着要救玉珍，甘愿用尽你的元气，那么害你连头毛都白去了。是啦，你对阮玉珍的大恩大德，我唔知要安怎报答你才好。兄，娘娘娘，您妈安尼讲，这一切拢是我心甘情愿的。只要当救玉珍，就算讲爱我的性命嘛不要紧。今日亲目睭看到你的气色愈来愈好，会当牵着你的手，我所有付出拢值得。可恶，胭脂疼阁发作，玉珍。为着要制作解药，我拍出去的方天雷，每一只拢代表我对你的爱。今麦我的爱在你的体内为你摆渡，想袂到我会当用我的爱来救你的性命。就算讲是胭脂藤把我烧到规身骨全伤，我嘛无任何的怨言。皇兄，娘娘娘，我来看玉珍公主。多谢宝珠的关心，恁老家宝真正是做不人情味的。昨天嘛是透早，都在关心玉珍啊。哎呀，昨天的白头毛愈来愈多啊。伊的胭脂疼又搁发作，伊若是继续甲玉珍公主活到这么近，伊的头毛会白了搁较紧。小弟，你身体还真虚，等下休困啊，来。啊，不住不要紧啊，我无代志啊。来，卖天桥嘛，跟我回去啊。不住，来啦。楚公主啊，你的病势哦，那变到这么白啊？我看你还是听宝珠的话，等下休困啊。玉珍有问题哦，你别烦恼了吼。是啊，楚天。你一定要好好保重你家己，啊！若无玉珍也是醒起，伊一定足无希望看到伊的救命恩人，病到这尔严重啊！有听到无？连俺这个来啦，啊，来，来。那呢，我先等伊休困。玉珍，得麻烦你照顾。你放心，恭喜。你也赶紧好起来，知无？是啊，有钱。
昨天，你明知影你去看玉镜公主，是会让你胭脂糖烧到更加厉害。你是安怎要安尼折磨你家己的？对我来讲，无算折磨。会当守在玉镜的身躯边，才是上大的幸福。昨天，既然玉镜是你的幸福，你利用你最后的生命，好好去爱。要判之所以有判官这个称号，是因为做代志是坚持原则，绝对袂改变。所以，请您卖个假讲，若是讲楚天，这是伊的命运，伊家己选择要安尼做，伊就要承担这个后果。话是安尼讲无唔对，也毋过伊只不过是环境家己意，就非死不可是无？搁再讲。您培养这久的人，竟然讲放弃就放弃，您敢不感觉真可惜？怀个姑娘，本判家己会晓做判断，也不过您人间的做法，跟阮妖怪根本就无同款。阿娘早有知影婚姻的享受目的，是讲你搁知影爱护家己。阿娘，阿娘后一步你打算要安怎做呢？婚姻想讲汉武真疼惜伊，所以在将来真嚣摆，即马。既然让我知道这个消息，我就要爱伊，付出代价。既然玉珍是你的幸福，你利用你最后的生命。好好去爱，用我最后的生命，什么意思？雷鸣水滚，风似刀，白发一刀，鬼门关。这是妖魄大人替你所写落来的言辞。你用封天尼甲解药炼成的时阵，这言辞。一个实现了。昨天，等你头毛全部拢变白的时阵，你就爱死。对，啊，这，我进前都已经死过一遍啦，今摆哪会当搁死啊？这话什么意思？为了要救玉珍，我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。为了要制造解药，我踏出去方天雷，用尽我的元气，我差一点仔就死。要不过，在我昏迷的时阵，我的心依然是挂念着玉珍的安危，所以我清醒了。然后我去找玉珍，我亲眼就看到玉珍平安无代志，我放心啊。迄个时阵，我就周转，我要用尽我一生的力量，好好保护玉珍。我要逐天送伊花，逐天让伊欢喜，我要让伊幸福一世人。所以。我要完成我对玉珍的誓言，我哪会当死？我袂死。啊，伯祖，我拜托你，你袂当活死，我会当照顾玉珍一世人，好不好？我拜托你，伯祖，拜托你。昨天，你是风雨里的风，你是上妖魄的人，你的生死，我无得解决。那你要请伯祖带去见妖魄大人，好不好？我拜托你了，拜托你，拜托你。昨天我带你去，也不过有什么结果，来看你的造化。我知影，
看待你。义无主，你是安怎把楚天带来这？要看待你，楚天有代志想要跟你讲。义无主，你先回去。楚天，你来找本盘到底有什么代志？大人，这摆是要感谢当年我要向詹秀你救我出来，对我的救命之恩。这摆是要感谢大人赐我方便的人。我成为风雨雷电之首，对我的再造之恩。这摆是想要请大人看在我为你效忠这么多年的情分上，会当手下留情，延续我的性命，莫给我写死。哼！既然你感谢我的再造之恩，是安怎要违背我的原则？你触犯无应该犯的境界，本部实在是真失望。我要哪有可能无将你杀死？大人，你果然情义真开始，我就深深爱慕玉清公主，一直到这世，都给我拄着，我哪有可能无同情？虽然我身为杀手，也无法阻挡这几来千年来我对伊的爱。大人，只要你手下留情，我楚天愿意为你做任何代志。杀手若是有情，是要哪杀人？你竟然动你的情志，还阁想要延续千年之爱，你根本就无配做一个杀手。本盘到底有啥物路用？搁再讲。本盘早就将这预言诗拢写好，你一定爱死。大弟，只要你用你的妖怪之笔改变写法，就能改变我的命运啊！那安尼，我问你，彩蝶，伊是安怎死？彩蝶是因为。犯了境界，对我动真情，所以妖法大人才会借婚姻的手结束伊的性命。你嘛是甲伊同款犯境界，本盘要哪有可能为着你破例无将你杀死？大人，我是你创造出来，我身上所有的力量嘛是你用我的，但不只嘛。我会当把我全部力量拢献你，我当希望妖魔大人饶我一条性命。你免献我，本盘自有办法将你封的力量转移出去。我搁要提醒你，你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是受我的控制，你根本就无法度脱离我的掌控。你着接受我的判决，慢慢的等死。大人，你错了。虽然你会当控制我身上所有的物件，但不过你无法度控制我的心。可是，你若阁坚持无要改写我的命运，那呢？就莫怪我对你无客气。哼，本盘拄则已经讲过。你身躯顶任何的物件，拢是由我来控制。楚天，你就莫阁加讲了，赶紧回去好好享受你最后的日子。大人，我回去。
伊是不是同款坚持伊的原则，唔肯答应你了？忘掉，要破大人，甚至把我的囝变成一支无路用的手机。对要破大人来讲，这杀手犯了真戒，就无做结果做杀手。皇上，虽然你贵为人间的骄傲之尊，也不过人间甲妖怪本来都无共款。皇上伫朝廷有家己的律法，本判伫妖怪嘛有家己的惯性。皇上，你应该无可能随便改变家己的律法，本判嘛无可能改变家己的惯性，放错天煞。虽然你讲的有理，也不过就算是本朝的律法，嘛有将功赎罪的机会啊。敢讲你都完全无法度通融？皇上，真歹势。当初我无选择到人间轮回，就是因为我已经看破人间的代志。什么将功赎罪，什么法外开恩，拢是一挂无负责任的做法。妖怪大人，你安尼讲是啥物意思？我讲一句较无客气的话，这当中是你这挂凡人义气的所在。真正是岂有此理！刘汉武，你竟然这尔不知好歹。好，我今嘛就写批给阮阿爹，叫伊继续为边关退守，予朝廷压力，看你死狗要安怎救我。妖婆大人。甚至把我的囝变成一支无路用的手机，对姚华大人来讲，这杀手犯了真戒，就无资格阁做杀手，就参照这手机同款，已经拢无路用。好，到我要死之前，我应该是无机会阁会当保护玉贞啊。你慢慢行，好。多谢阿娘，你陪我来这散步。想袂到家里，伊唔那是想要甲我毒死，搁偷摕父王药师。靠近进前哦，我怀疑家里是白波女派来，果然是真实。人咧做，天咧看啦。即摆这个家里哦，关伫咧老家堡的地牢啊啦，真正是家己要做得来的。娘娘娘，玉贞公主，公主，玉贞公主，你总算是清醒啦，今麦感觉安怎？好真济啊，多谢公主关心。哦，安尼就好。玉贞公主，有一件代志，我想要拜托你。什么代志？我希望你会当。去陪伴照顾楚天。你希望我会当去陪伴照顾楚天？玉贞公主，楚天为着要救你，伊家己已经无法度日子通活。我是希望你会当看到咧，伊为你牺牲付出份上，陪伴照顾伊，行人生最好日子。就算你是演戏嘛好，至少会当让伊感觉幸福，让伊卖早前逃离危险，来离开世上。我确实是感谢朝廷对我的救命之恩。那安尼你是答应啦？不是，我已经因为家己欺骗朝廷一届啊，我无想要再欺骗朝廷第二届。我以为，我只要答应楚天约会，配合楚天演戏给家人看，就会当让家人较早死心，解开伊的心结。想袂到，等到引起家人的怨妒，对我下毒手。我想天真啊，毋捌男女之间的真爱，
唔那是你来杀青之后，佫利用初天的感情，方雅讲的无唔对，安尼对初天足无公平，所以我绝对袂佫违背家己的良心，佫欺骗初天的感情。刘静公主，那呢，莫欺骗，莫演戏，只要你去陪初天就好，好无？我就是足讨厌初天的，只要看到伊对我好，佮我黏条条的，我就鸡巴倒火啊，就足想骂伊。我若是去陪伊哦，只会佮佮痛苦尔。你袂痛苦？只要你愿意陪伊。不管你用什么态度，伊都会感觉真欢喜。真实的，我做袂到。初天为着你，伊连性命都会当无爱。你身为台上的公主，受人的恩惠，煞唔知要报答，你不感觉你安尼做，伤过无情啊？说好啊，玉姐唔是一个哦，唔知要报答的人啦。啊，不过伊拄才讲过啊。伊根本都无喜欢初天啊！你硬要叫伊甲初天谈感情，啊，万一初天若是知影，到时阵对伊伤害毋是搁较大？报恩的方法哦，足侪种的啦，感情是袂当勉强的，袂当欺骗的呢。那呢，你要如何报答初天？玉晶哦，会当炖补品给伊吃，我会当教伊啊，吼。这初天都无爱，伊即马有伊希望的，就甲玉晶讲做一个人。你若是有心意要报答初天，你即马马上去陪伊。哎，雪荷啊，你这人哪奇怪啊？啊，你讲讲未听，伊就甲你讲话，伊讨厌初天，你要叫伊安怎陪伊啊？我来讲啊。好，来个讲啊。雪荷，你毋是阁有真重要代志要去办？博主，什么代志？了破代理毋是交你一个报名符，叫你请你去宫内交给平言，你敢交给伊啊？阿伯。那呢，俺们进去。是。即摆中东的代志了后，会有什么新的指示？是啥？我来讲娘，我是这座所的人，我来给你送衫。李白，你送衫来好吗？我是新来的宫女，今仔考入去这座寺。新来的宫女，阮人事司哪会无接到命令，讲这座寺有新来的宫女？我嘛无清楚呢，应该是还袂登记。无可能，只要有新来的宫女，一定爱事先把名单送来阮人事司。我感觉你有奇怪哦。三啊，这个宫女只是送衫来尔。无啥为难，你身体。是。三郎，你来找我有啥物代志？红袖娘娘请回咱姑娘过几番很用心。红袖娘娘，阿爷，是毋是有啥物代志要请教？这路边无清楚呢。啊，我知影，你先去，我随后就到。